哇，天气好好，好想去游泳哦！真的耶！哎，那柳丁哥哥，你最喜欢游什么事啊？我最喜欢游的是呱呱蛙式啊！嘿，那你呢，月亮姐姐？我啊，我最喜欢游像美丽蝴蝶一样的蝶式。哇，那小朋友，你们最喜欢游什么事呢？蝶式，蝶式，蝶式，蛙式，蛙式，潜式。哎，小朋友都很棒哎，你们一定全部都是游泳高手哦。嗯，等猜谜完再一起去游泳。你在做什么啊？麦伦，船长说我是海盗里面游泳游最慢，而且还不会换气的两个海盗，所以我只好多练习换气咯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难怪刚刚看你一个人在那边对呀、啊。那小朋友，我们陪阿碧一起练习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喽。谢谢小朋友陪我练习，我好像有厉害一点点呢。那现在可以放心猜谜了吗？可以。那就麻烦船长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身体圆圆胖胖，今天要请大家来猜猜，有一种体型很大、身体圆圆胖胖的可爱动物。哦，虽然这个动物很可爱，不过它的皮肤却是乌黑麻麻的，而且还很厚很厚哦。皮肤又厚又黑，身体圆圆胖胖，很可爱的动物，你们有想到哪些啊？大猩猩，还有呢？大象，长颈鹿，北极熊。哇，小朋友，你们很棒哎，想到好多可爱的动物啊！聪明麦伦，再来告诉你们，这个动物呢，它有可爱的小耳朵，可爱的小尾巴，还有可爱的小眼睛。到底是谁这么可爱？大家赶快想一想哦。小朋友刚刚想答案的样子也都很可爱耶，不过那么多答案会是哪一个啊？不知道哎，不然我们来听听第二个提示好了。好啊，请船长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啊，大嘴巴，这个可爱的动物，它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嘴巴，可以吃下很多的食物哦。不要看它胖胖的，它可是可以轻巧的浮在水面上，还可以潜到水里面憋气憋很久。有多久？大概30分钟。哇哦，这么厉害！哎，答案有鲨鱼，有河马，小朋友到底是哪个答案呢？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巴拉巴拉，哔哩巴拉，猜不到。猜不到，猜不到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答案是什么啊？想一下哦，是哪一个？河马。河马。河马。鲨鱼。鲨鱼。那我们要再决定一次哦，答案是什么？河马。我们的答案是河马。
是不是河马？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皮肤黑黑，身体圆圆胖胖，还可以在水中憋气憋很久的大嘴巴动物是河马。他们答对了。耶、我们猜对了。帮自己拍拍手。伤心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运还是不来临，这次输得惨兮兮。哎呦！海盗们，是的，船长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！哇！水怎么越来越高了？哎，船长，不要再喷了，水要满上来了啦！我是鲨鱼，是狗爬式。悠悠火箭号即将在5秒钟后发射，请系上座位上的安全带。5 4 3 2 1 go。我要带着火箭飞到天空里，看看蓝蓝天际的白云。太阳公公发射暖暖日光雨，航天风儿对我笑嘻嘻。闪电突然发脾气，彩虹变成棉花地，坐着白云飘来飘去，真有趣。好吃大月饼，快和星星一起玩游戏。飞行眨眨大眼睛，独行摇摇呼啦圈，斑马彗星拖着一把在扫地。充满许多小爱心，发现地球实在真美丽。宇宙浩瀚无边际，太阳散发着热力，创造无数超级可爱小生命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小朋友，零食很好吃，但别忘了均衡饮食也很重要哦。
小钟滴滴滴，跟着光阴在玩耍，开心的歌唱，快乐的跳舞，宝贝一天天长大。昨天是故事，今天就开始，明天有梦来编织。光阴在飞舞，我们要抓住分分秒秒的幸福。光阴在飞舞，我们要抓住分分秒秒的幸福。时钟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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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走路，晨晚滴答滴答永远不会走错路。现在走到哪？怎么没走下？早上八点我们应该做什么？做早操，直接搞。One more, two more。做早操，直接搞。One more, two more。哎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早睡早起身体好。我让你去睡觉。到了啦！哦，是哦，哦，可是我家有一点事，哎，我三天后再来陪你。没关系，你先去忙，我不等到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好，那我就先下山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就不信，我等不到你，你这只调皮的 bird。等到我都想放弃了。啊！你怎么变得这么黑啊？有吗？会不会是晒太多太阳啊？哎呦，可是我是普通的黑呢。为什么晒太阳会变黑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摸一下。来买玉兰花哦，玉兰花，香喷喷的玉兰花，鲜很鲜嘞。哎，妹妹啊，跟你说啊，下次出来卖玉兰花的时候，要记得穿那个长袖，还要跟我一样包得紧紧的哦，不然整天晒太阳一下就黑了。可是包这样很丑哎。哈，你说什么啊？没有没有啦，我是说奇怪呢，为什么晒太阳皮肤就会变黑啊？哎呦，这也不知道，真是读书读到卡加偏去哟。那是因为啊，太阳光里面的紫外线照射在我们的皮肤上，而我们的皮肤就会觉得哦，好刺激啊！皮肤里面的色素细胞就会产生黑色素来抵抗紫外线，保护自己。就像我们眼睛有戴太阳眼镜一样啊。黑色素变多了，当然就变黑了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爸爸，小姐，麻烦给我两朵玉兰花，谢谢。好，先生，给你。你不是小爹爹吗？小强强，就是我啊！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！来，上车，我们去喝咖啡。
小心坐好了，出发了。台北第一花呢，玉兰花，跟我一样漂亮的玉兰花，来买来买啊！香喷喷的主厨香师傅，欢迎收看料理甜甜圈。大家都把手洗干净了吗？记得做料理之前一定要先洗手哦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料理就是综合红茶冻，赶快来看看今天要准备什么材料吧。要准备材料有红茶包、水500cc、砂糖30克，还有含甜粉4克跟鲜奶布丁3个。首先我们要来煮红茶。红茶怎么煮呢？在水滚之后，然后把红茶包放进去里面，盖上盖子，焖大概10分钟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焖10分钟呢？因为这样香味才会跑出来啊。不过呢，浓度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做调整哦。好，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那我们现在把茶包捞起来。哇，香啊，香味飘出来了，红茶的味道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把砂糖还有含甜粉加进去里面。先把砂糖加进去，倒含甜粉的时候要一边倒一边慢慢的搅拌，没错，不然呢它就会结块。好了，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到量杯里面。古早味红茶要不要来买一杯啊？10块钱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它倒到模型杯里面。倒完之后，我们就把它放进冰箱，等它凝固。凝固之后，红茶冻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那可以先吃了吗？哎，还不行。你们看，我们桌上有这么多的材料，我们要好好的装饰一下。先把红茶冻放到杯子的底部。好香哦，好像饮料。再放上鲜奶布丁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挤上草莓酱。有没有很漂亮？有。哇，好多！等一下，我要最上面，我要再放上这个玉米片。哇哦，你看五颜六色的。哇 ，OK。好厉害！换你，换我了。
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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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放上布丁，你倒进来，换我喽，水蜜桃，好像芒果，哇，好多巧克力哦，这样才对嘛，对不对？好像很厉害，嗯哼，点，这也是巧克力，饼干也是巧克力，好的，好，对，饼干，哇哦，好漂亮，完成了，好，把我们的三杯阵集合在一起，哇，我们的综合红茶豆完成了，哇，好厉害哦，我们好像是专门开贩卖店的贩奏一样，真的。哇，我们的红茶冻是不是都很漂亮啊？只要加入喜欢的东西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好吃又很漂亮的料理哦。美味茶冻，哇，先吃了，有好多巧克力，我太开心了，而且每一层吃起来都有不一样的口感，加在一起也很好吃哎，就像小朋友在开 party 一样，准备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自己可以选择喜欢的，做出最棒的料理哦。